尊敬的亮秀青龙车站队友们，大家早上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周末的划线练习啊，我们以后称之为亮秀青龙短中长，具体的就给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这个选股以及操盘的这个量学技术的技巧。好，在学习之前，我们郑重声明，《龙腾密探》解读清华大学出版社的量学经典，弘扬王子量学技术的科学精髓，剖析龙头牛股背后的主力思维。但是我们不荐股，我们真正的量学人学好量学以后是不需要荐股的。我们提升了眼光，我们自己就可以靠自己。所以说，涉及案例不为荐股，如有实盘，盈亏自负。好，今天呢，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量学技术操盘六精诀。这个我平时经常讲，但是呢，没有给大家强化。以前我们叫三线战法六精诀，哎，现在我把它这个叫与时俱进，称它为量学技术操盘六精诀。也就是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一定要抓关键的助涨和助跌的基因，不要整天盯着小阴小阳这个小的不明显的这个涨跌基因。那么什么叫关键的助涨助跌基因？大家说大阴和大阳重不重要？哎，大阴大阳肯定是重要的。大阴和大阳都是谁做出来的？都是明显的庄家异动的表现。高量重不重要？高量顶底是关键。也就是相比较而言，高量顶底比大阴大阳还关键。为什么？因为我们学习量学，量是关键，是核心，它是高量主。当然，如果你是高量大阴大阳结合起来，大家说重不重要？如果把高量大阴大阳结合起来，那就更加重要。所以这里面就是要灵活运用。接下来就是备量王牌设攻防，哎，备量注重不重要？重要。王牌注重不重要？重要。所以说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大家只要跟我把握着什么，哎，重点就把握大阴、大阳、高量、备量、王牌，把这个五大要素作为重点来研判我们一只股票的涨和跌，哎，做尤其是短线的方向性的选择。这里面再结合我们量线的知识，平斜交叉来定位，哎，就是二龙定位的时候，我们叉上中大阳，叉下中大阴，哎，就结合起来。我小结一下，注定选股限定价，注意啊，注定选股限定价，也就是量线是什么啊？量柱是什么？是来定我们选股的。我们一只股票的好与坏、强与弱，关键是看量度，叫量度选股。所以我们再三强调，如果我们大家的量柱情账型一本书就没有学会，没有学精学透，选股能不能选出龙头牛股吧？是不是靠一些战法啊，回马枪就能成龙头了？抄底淘金就可以成龙头了？一剑封喉可以成龙头吗？现涨直憋可以成龙头吗？是不可以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量柱知识没有学好的话，我们这个就很难真正的看懂龙头牛股。注定选股，哎，限定价。量线知识，哎呦，我们真老是搞不清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出在量线做账题。哎，我们不知道这个穴位、这个临界点到底是什么，什么地方破了，我们必须出；什么地方进或守住了，或者突破了，我们可以进。这就是量线知识，就是拐点、临界点。哎，连拐点和临界点，哎，就限定价。
量估失实，定进退。哎，是不是说我们向上的拐点出现了啊？比如说高量顶，那么你一突破高量顶就可以进啊？不是的，这个时候还最后是要看量波的强弱。有的时候突破仅仅是瞬间的突破，而且有的时候的突破就是一个尖角波，对吧？那个往往有假，因此说我们要最后开枪是要看量波的强与弱。量波强，哎，我们叫卧藤恐蛟恐啊，卧藤浅蛟恐飘天，里面除去一个恐龙波以外，其他的都是可以伏击的强势的量波形态。那么这个是什么？哎，这个就是北京特训班只能在北京特训班学习。那么我们讲师是不允许详细深入的讲解的，否则就是违规的。那么但是呢，龙腾密探尽可能就给大家点拨一点，涉及到一点。还有呢，我们的什么，哎，这个竞价集合竞价也要用上。哎，集合竞价里面也有文章，虽然我们没有书上没有，但是龙腾密探已经给大家补充了。所以这个就是啊，我现在最新称叫做量学技术操盘六经诀。我这样讲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大家能清楚的意思吗？哎，不要盯着一个小，整天盯着小阴小阳去做股票，要盯着大阴大阳高量，要备量王牌，要盯着这个五大要素啊。这是今天给大家强调，因为我们以前就有一些老的队员就很痛苦。为什么？他买的股票一买就跌，一卖就涨。为什么呢？我后来看了一下他给我的案例，他全是小阴小阳，哎，小阳去买，小阴去卖，所以说很容易，小阳一买进去低压性就跌，小阴一卖掉低压性就涨，对吧？但是我们听着大阴大阳的高量顶底配量王牌的去操盘呢，哎，进去以后我们往往是涨，哎，卖出以后往往就跌，这个具体的标准我们一注意现实办法。接下来再一个呢，就是量学技术形容三要素，这个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些东西看似简单，真正要深入骨髓，要牢记于心。任何一只股票，尤其是龙头牛股，它都包含着这个三要素。哎，是不是龙头牛股上涨前都要挖坑啊？每只龙头牛股上涨之前它都要挖坑的。那么这个坑的挖的好与质量好与坏，决定它牛与不牛。它牛股往往挖坑挖的凶狠的，但是呢它有底，对不对？我也就给大家讲了我们的坑傲拐，对不对？坑傲拐一定要把那个坑转为傲，坑转为傲的左侧它一般都有具体的看要有挖好几个坑，对不对？大的坑它要挖更多，能挖七八个坑。小的坑呢，有的一般三个坑是为一个标准，那么在上升途中呢，它有时候就挖两个坑，对不对？但是那个坑是挖得凶狠的，它短不过它几个坑，它杀得很凶狠，让人家心惊肉跳，心惊胆战的胆寒的，对不对？好，这是挖坑的时候，洗盘的时候，一旦建仓的时候呢，台阶搭得漂亮的含金，对吧？哎，台阶搭得漂亮的含金。那么我已经给大家指出，现在我们的龙头牛股，经常的龙头牛股都是什么搭台阶？都是什么搭台阶？我们这里面是台阶搭得漂亮的，是不是要有王牌？哎，三低三有，至少有三级黄金金，那么也就要求至少有三个王牌，对吧？当然，我们还可以结合特训班上的其他的真底战法。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牛股它台阶都是什么王牌？对，它往往都是倍量柱，哎，倍量柱，要么是高量柱，还有一种呢，有一种就叫元帅柱。虽然看起来不大，但是它是元帅。元帅说明它虽然不大，但是它控盘才能元帅，它能够跳空上涨的，是不是它控盘呀？哎，它没有控盘，它是不可能上涨，或者说志在必夺。所以说台阶它的漂亮的含金
我就给大家要求重点就三个方面，其他就高级的就是特训班上的知识了。就是说，你就记住备量柱、备量黄牌、高量黄牌和元帅柱，这个三个台阶爬的，那就漂亮，这就含金的，里面就是金的，就是强者啊，是龙头骨的标志。封顶保的精彩的高超，哎，一旦过分保顶了，哎，把高量给站稳了，那往往就是要走牛，就是不断的牛股。所以这里面大家注意吗？奥坑挖子凶狠的起来的，这短线的台阶插的漂亮的，没有过分之前，分前是短线的，分上呢，分下是短线，分上就是波段，那么分上就是分顶保的精彩啊，怎么样保的精彩就是高超。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还再来看一下我们最近的，我们现在以后每次都要总结一下我们乾隆特战队成功的股票，对不对？哎，我们找总结龙头股，我们如何成功的，简单的，然后再寻找新的方向。量学技术，青龙短中长，大家看我们天控股，对吧？这个就是极进的短线品种，偏极进的。为什么啊？大家看，说它波段也行，但是我们把它当成短线比较好，因为这种是短平快的啊，先短线。这个票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涨停板选出来的？对不对？这个涨停板选出来的，价板量缩过左分，而且这个成交量明显是缩小。记住啊，那么哎呀，这个新队员千万不要着急。我发现，这两天有新队员进来以后，觉得我的课程上的太深奥了，听不懂，对不对？但是呢，说反过来说，如果我讲的太浅显了，我就盯着基础就的话，没有进行实践的话，那我们老队员又不愿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课程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龙头密探的课程已经完全系统化，完全系统化。你要基础有基础，要实战有实战的。哎，就是说，我现在我们平时这个车站队的我们这个课程集训班，就是我们现在平时讲的集训的，都是以实战为主，实践为主。哎，就是把量学技术理论联系实践。哎，看来擒龙逐牛，指导大家擒龙逐牛，这是我们这个平时要做的。但是我们队员的水平不一样，你新队员进来就要静静心心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学习擒龙逐牛的最基本的功夫。那么我们从量柱擒涨停，量线追涨停，伏击涨停的涨停密码，我们分成四段八级课程，每参加一期特战课程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级进行学习。那么这个课程容量已经相当大了，哎，不要觉得这个课程容量小了，这课程容量非常大。如果能在一期课程当中又听我的特战课程，又能够把集训课程的每一段的一节把它学好了，这个已经足够的真正的学好了。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学好，不是走马观花，走马观花达不到的。大家现在回过头，不要着急看我们群里面那些车展老的队员们都成功了，做涨停了，或者是做牛股了，因为他们是有过程的，他们都学了十几期。不要觉得学十几期，我本来也是想大家快，可以呀，想快的可以，有基础的快。我现在的课程就是帮助大家快，对不对？就是快速的去提升擒龙逐牛。但是你没基础的，你是快不了的。心急吃不得日豆腐，冰冻千尺非一日之寒，对吧？我们任何我们想成为一个武林高手，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请希望这新队员不要着急，你量柱没学好就好好学量柱，量线没学好好好学量线，把量柱量线全部学到位了，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伏击涨停和涨停密码的境界。我平时给大家讲的就是已经融会贯通的融通战法，点奥成龙，定退自如，乐道忘我，一定要这种状态。还有一个话呢，我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我们啊学习量学啊，乃到股市啊，千万不要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因为什么？我们赚任做任何工作，赚钱是最终的目标，不错，但是我们恰恰要重过程。我们没有
这个过程没有做好，怎么可能赚钱呢？我们恰恰把过程做好了，我们才能够赚钱。所以说，我们应该更多的静下心放在研究学习上，研究学习到位了，我们勤龙尊流，那就是水到渠成。我们用佛家的一句话讲，果因上裸内，果上随缘。啊，对不起，允许我多说两句啊，我就怕我们的新队员着急，新队员静下心学习，对吧？为什么讲到这种股票？这个都是有根基的，涉及到量柱知识，涉及到三星规律，涉及到我们量线的知识，对不对？量线的知识，当然战法都是，任何战法，伏击涨停和涨停密码都是建立在量柱和量线清晰之上的。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最佳量柱就是价板量缩的柱，就是价板量缩，又是长阳矮柱，就是柱涨期量线，它是四过左峰，对不对？过左峰，一个价板量缩，一个是过左峰，再加上我们组成的基础扎实，所以才有这一波短线的牛，对不对？涨停板，我这是大家看8月3号早晨7:22:40，哎，大家注意，我早盘起来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在跟大家盘的交流的个股里面，往往就有比较好的短线的个股机会，所以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四个板、五个板、六个板，是不是爽不爽？做这一波，我们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面做这一波，行不行啊？虽然这里有阴阳回马枪，大家说满不满意？啊，大家说满不满意？这一波的话，我看看有50%-60%，是不是我们看懂了？既是可以做短线，又可以波线，大家想不想提高赚钱的效率啊？肯定想啊，跟我互动一下。我这样讲清这么清楚，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做这样的股票看得懂了，做这样的可不可以啊？是不是非常好啊？哎，短短的2个星期左右时间，哎，盈利就50%-60%，对不对？对，像顺牛股，看懂牛股必须做一个，这个必须三星规律要理解，对吧？这是我就简单的哈，等会内容很多，今天要讲的可能又更大很多，我每次给大家都尽可能多讲啊。大家看我们这个四方股份，刚才是比较激进的，为什么说比较激进的？它需要大打板，对不对？对，这个是需要打板的去操盘，所以比较激进的。但是我们这一只股票呢，四方股份，对吧？四方股份也是我记得是这个周末的时候把它选出来的，啊，这个周末的时候给它选出来，一样的道理，还是虽然两个板了，但是它是价板量缩过左分，对不对？所以说就短中相结合，结果选出来以后没涨，一周时间没涨，大家还记得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周时间没涨，所以要不要着急啊？不着急。我在周末又给大家讲这只股票的时候，那这个完全高量不补，零号不补，对吧？是不是稳稳的伏击机会啊？就是稳稳的伏击机会，盯好了这样的票，在这一天就稳稳的出击，是不是稳稳出击？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四个板、五个板，对吧？我们就这天是开板的，我们就有两个队员跟我报喜，啊，有两个队员给我报喜，一个是重仓40%收益，一个是收获48%，哎，大家说舒不舒服呀？这一步不要以为是看懂了、学好了是稳稳当当的短线的，啊，是稳稳当当的短线，不是有激进的，啊，不是有激进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大家好好体会哈，啊，好，这个完全就是我们的坑奥管，当时已经讲过了，一个奥、两个奥、奥，这个是三个奥，对不对？三个奥，三奥要登峰。就给我们这个精彩的机会，啊，那么再一个稳健的呢，短线稳健马前炮，哎，就是像这种价，是不是比较漂亮的小二奥呀？这里面就是上升放量，下跌缩量，上涨放量，下跌缩量，对不对？就整体来说是价升量缩，价跌，价升量涨，价涨量，哎，加上量价配合，对不对？放量上涨，缩量下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在这一天是没为什么把它选出来，你看它缩量31，这个本身就是假跌，又是精准回踩这个高量点，这个高量点没有破，
所以这只股票再加上这个是夹板量缩，那么很容易就闪回马枪，长阴短柱精准回在高量底，研究奥里淘金，对不对？奥里淘金，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稳稳当当的。这个位置嘛，阴启动是不是稳稳的？阴启动就是稳稳的机会啊，稳稳的机会啊，这是我就不多说了啊。再看我们的浙江新能，哎，浙江新能，浙江新能是我给我们管理员团队的啊，我忘奶没奶的酒也想给大家的啊，就是后来怎么一下子就忙忘记了，我给了管理员团队的一只股票。哎，那这个是不是有稳稳的机会？底部启动，那底部启动一个倍量王牌，是不是王牌柱？质量是不是好？然后连续七天调整，缩量到位，然后再启动，这个是不是稳稳的机会啊？这也是稳稳的马，哎，这个稳健的短线马情报。后面又两个涨停板，大家看到了，这只股票还可以跟踪的，就是我们要按照标准，高量柱、梯量柱、常态是跌，变态是涨，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就是倍量柱、平量柱，在低位的平量柱、倍量柱、平量柱，那么王牌柱的常态都是市涨啊，啊，这是稳健，我就简单一点跟大家交流的意思。那么波段的强龙马前炮，哎，波段的强龙马前炮，波段的强龙马前炮，大家记住特征是什么？一个必须要什么？一个必须要过峰。好，我讲三点要点哈，一个是必须要过峰，看到没有？哎，要过峰。好，第二个呢，必须要有突破高量顶，哎，要突破这个高量顶，这个就叫战略峰，啊，这个明白吧？这是两点。第三个呢，必须是牛股三绝，哎，要走出牛股三绝的走势，明白吧？要走出牛股三绝的走势，啊，这个票我都跟大家分析过，所以像这个就是一跌过了分，就是波段的翻倍，啊，翻还不是一倍，翻两倍，所以这是波段强龙马前炮，是我们2077的。好，另外一只就是联创股份，对不对？联创股份也是的这种类型。联创股份跟国民技术有点不同的是，它是在过分前出高量，啊，这个图应该是除权化啊，它给我复权了，好像这个画的，这个大家看，这是过分前的高量，哎，过分前的一个高量，那么关键是这就是分顶保的精彩的高超，后面是牛股三绝，啊，这也是还在创新高，联创股份，对吧？啊，我们等会看一下。这是我们给总的给大家一个思路啊，总的给大家一个思路。我们学好量学就是要紧跟强者，紧跟龙头，要擒龙。擒龙可以短中长，可以短线，可以中线，可以大波段啊，可以中线，可以大波段。那么短线呢，我们可以极进的，有稳健的，啊，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支撑。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大家我们近期带段的。啊，就是说这些个股怎么去做，做到了怎么去盯好它，这个大家太熟悉了，对吧？哎，西藏珠峰我相信大家太熟悉了，哎，为什么？我们是在这个二的大的二奥的时候，大的二奥的时候就跟大家在研究真导出来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有队员就跟踪好了，这是三奥，所以我教大家的知识，这是三奥，三奥一波又是龙抬头，再调整又是一波龙抬头，对吧？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像这种是稳健的波段牛股呢，它就是有波段的走势，波段的走势就是用我们的坑奥拐，主要是坑奥拐，一个是坑奥拐，趋势没有改变。形成了奥坑拐行不行啊？形成奥坑拐是不行。第二个呢，要形成左支右撑，哎，左支它是不是也会有调整和波段的调整啊？但是这种调整大家看到没有啊？往左看，往左看，是不是它往这形成左支右撑？哎，
行程组织又称奥迪菜启动，像这种上升途中就更加明显。大家请看，大家请看，是不是我们标准的上升途中的二奥？所以大家把方法掌握了，我有些流票我没看到，你们就完全可以看到，是不是二奥真谛抬高？一个奥，两个奥，真谛抬高是标标准准的。第三个核心要素是，能不能高位出现高量？能不能高位出现高量？哎，最好是高位不要出现明显的高量，那大家看，在这里出了高量，在这里出了高量，我给大家画一下，给大家看，这个高量顶在这儿，有没有超过前期的高量柱啊？也就是说，在这个高位最好不要出现底部的高量柱，超越底部的高量柱。如果出现超越底部的高量柱，很可能就见底。但是呢，我们也高位出高量之后，我们还牛股三绝，对不对？要用牛股三绝应对，要用九阴真经的应对。那像这些股票，除了这个波段调整的时候出现九阴真经的信号，但是呢，从波段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继续跟踪，对不对？一定要组织形成组织又称，这里还涉及到我们量学的3121的法则。我跟大家讲一个我们这个菜一个队员学了佛吉藏品，就是我们的第三段五级课程，里面涉及到我们的量学的3121标尺，对不对？3121标尺，这个就是量价时空势波能，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波段的股票呀，你是不是上涨一个波段吗？一个上涨的波段吗？你调整的时候，如果不破这个波，有的时候主升没支撑，但是你调整的波段在二一位附近，好不好？在二一位附近，这道支撑回升，这显然就是波段，可以继续做波的。那么像这个，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票，它这一波是到哪一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到哪一个位置啊？它没到二一位，是上三一位，上三一位，对，早翻倍了。我们的西藏珠峰不是翻一倍，对不对？西藏珠峰不是翻一倍，是不是？所以大家看，所以这个就是上三一位，好不好？也就当我们手上的一只股票上升调整，我们按照九阴真经先出来，出来以后看成交量没有明显放大，就是没主力庄家不是明显出货那种，那么我们再跟踪，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看，这个股票在这个位置出现调整，对吧？那么它的量有没有放大呀？在这一天，大家看，这一天这个地方都是缩量的，那么这个放量，大家说是好还是坏呀？这个放量是好还是坏呀？这个是在调整之后低位放量，这就不一样了。当然，放量之后我们要看看后面的表现。那这个放量之后，第二天不跌反涨，这是调整下来以后的拿货行为，第二天就确认了吉阴次阳，所以这个地方拿货再上来，结果再调整，大家看到没有？也就是说，我们上升途中的调整一般会不会出现阴过阳？尤其在调整的这个次初期，是不是会不会出现放量式的调整？一般不应该出现放量的调整，它都是缩量调整，这个才是假跌的行为。所以说，像这样的股票，大家看到，我们这只股票真的应该做好了，就是翻大倍的。我们从这儿应该走，这个我也没跟踪好啊，在这儿我没有跟踪好啊。那么是这个，但是呢，大家有的时候我也累，真的累。所以我现在大家看到没，我都是早上起来复盘，晚上给大家上课，早上起来复盘，就是尽量不要让龙头牛股丢失掉。只要我看到了，这个股票只要我看到了，不会丢掉的，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来不及看不过来，而且我当时复盘的习惯有点什么呢？复盘的时候我一般要20天之内的，像这种这么长时间没有涨停板就把它获释了，用我的选股方法就选不出来了。我现在一般就是说，33天内有三连板的，
18天内没有二连板的，然后9天之内有涨停板，这个家伙当时就获胜了。他这么长时间没有大阴大阳，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启动就获胜，到这一天才强。但是到这一天行不行啊？实际上这只股票大家反过来说，在这一天我们发现行不行啊？应不应该做呀？现在回过头来，这一天发现应不应该做呀？对呀，还是应该做呀，这才是波段启动的过峰嘛，所以大家也应该完全可以擒拿的。哎，我们这一天涨停板复盘完全还可以，为什么？这是经过蓄势之后突破这个高量，而且这个量明显，第二天就是确认，是不是这个波段走这波段也行啊？然后我们这个走这个波段也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把这个股票讲透了啊，这样讲大家清楚吗？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波段票应该怎么去做，哎，波段票怎么做？这只股票目前来说有没有出现九阴真经？大家注意看，大家注意看，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出现高量了？是不是出现高量了？但是它高量第二天有没有跌破呀？它没有跌破。我们这一天高抛一下是不是可以连续大涨？我们这一天卖阳下，第二天盘中是不是有低点？完全还有低点接回来，对不对？然后我们又做到这个位置，这个假阴真阳严格意义还没有结束，对不对？有还是没有结束，我们只要出现九阴了，当然这个位置我们就不追了，从波段的角度一个波段也差不多了，对，不是高手我们就不要去追了，好吧？嗯，18天内两连板，然后9天以内有涨停板的，啊，就在这里面选股，一般来说我们选的股票也够我们做的了，有眼光了，够我们做的了啊！这个西藏珠峰，那么再给大家今天看一只新股票，给大家进一步讲我们怎么做波段啊。像这个叫和盛硅业，是吧？和盛硅业，和盛硅业这个票不起眼的，慢慢慢慢它一涨，这个就比较慢。关键是大家要有耐心，哎，关键是大家又要有耐心。大家看这只股票。真正启动是什么位置呀？大家看，用我们的 KAG 是不是一样的 K 底？来，大家请看，是不是最低点在这？这是坑转凹，这是凹底部抬升的二凹，大家体会一下啊，这是坑转凹，这是底部抬升的，是不是波段的 RUA 二凹？这边又是基本上也是波段的 RUA 附近，对吧？这里面形成三凹，这个四凹，看到没有？大家看到体会到没有？整个就傲在抬升，傲在抬升。这里面核心的关键是这个量堆在这里面，看到没有？像这种股票，大家要记住什么？基本上常态情况下，在后面上涨，你后面叫缩量，没有明显的高量。当然啊，也就是说你可以涨高，但真正涨高以后呢，我们就要以九阴真经去对待了啊。就是说一般在早期你想涨到这些位置的时候，哎，大家看这种量要不要着急啊？涨到这些位置涨幅不高的时候，下面没有明显放量，一般不要怕，放了量我们还要看，这是能理，我这样讲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这就是筹码主力成本区在这，主力在这个位置拿了货以后，他必须在高位派发，在他没有靠派发之前它就控盘，它就控盘，所以说好，所以像这种股票，大家看，只要傲在不停的抬升，好，在启动的初期，大家看整个的量价建构，是不是上涨放量，下跌缩量？啊，这个又来了，这个又来这个现象，啊，这个也放量了，但是有时候放量，大家要和左侧比，我为什么要看左侧？你这天放的量跟这个地方能不能比呀？是不能比的，关键是放量之后我们还要看它的表现，这个又是放量之后是跌还是涨，该跌不跌它却是上涨啊，这就是刀，哎，这就是变动，这就是被起新的情况，这天是吸货的，吸货在后面调整，大家看是不是相对来说红肥绿色，但是这一天惯用的手法，大家注意，有一些庄家他惯用的手法，他是调整最后下杀，看到没？下杀之后这个高量不破，然后又启动，所以这样的票大家看，其实就是一种
简单的说牛股三绝，又是的。大家看这个股票特点，所以每一个庄家的不同特点，它也是杀跌之后放量，放高量，阴高量，但是第二天不跌反涨，极阴次阳，缩量极阴次阳过，哎呦喂，又涨停板，又上涨。好，这个地方是不是低位的板后放量阴？但是板后放量阴有没有跌破呀？仍然是没有跌破，在这地方还是放量阴，看到没有？有没有跌破呀？还是没有跌破。所以说，是不是所有的阴都可怕呀？阳助长，阴助跌，是不是所有的阴都可怕？哎，这个阴你要看这个庄家的操盘习惯，要看他的第二天的表现，对不对？是不是要看他的第二天的表现呢？所以这样的股票，大家看，哎，你就做波段，一个是看奥，哎，奥底在抬高；第二个就是看量价建构；第三个就用我们的牛股三绝；第四个就是九阴真经，好不好？哎，九阴真经这些知识点。所以像这种股票，它行情有没有解锁？到目前来说还没有解锁。啊，我不是让大家追这种股票，我就是说给大家看，大家这些股票你怎么去跟着它去做波段，啊，就一定要把波段，只要趋势在，啊，只要没有出现九阴真经，我们就要波段操盘，好吧？我这样讲清不清楚？清楚吗？都喝口水。有没有不清楚的？就是短线的是短线的，波段是波段的。有不清楚，我们还可以继续啊，平时都可以讲，大家可以把每天记得啊，有失败的案例一定要画图，画这个白地图，标清楚了给我，我每天晚上给大家解答2到3个啊失败的案例，好吧？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好，这是主要的一个思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回顾一下上周的转票，这个划线练习票，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本周的可以参考的一些票。好，大家看，我们看这个票，我为什么强调短线联络互动？按道理它是波段票，我为什么强调短线？哎，我就怕这个是高位的，这是顶尖高手的，按道理行情呢是没有解锁的，但是呢我就怕你一旦你不是高手的话，不短线对待一下下来呢，对不对？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强调操盘的分叫什么呀？分下短，分上波。哎，这是我们小金管理让我根据我讲的提炼出来的，对，非常好。大家看，我们这只股票上周的时候，1、2、3，是不是在这一天？是不是在这一天？哎。你操盘的好，还真的可以赚钱，是不是可以赚钱？你这一天低点进去，这一天连续一天两天，是不是高位高量底过不去呀？分这个就相当于左分，对吧？也就是有左侧有左分，我们可以笼统的理解成为左侧有压力，这就是标准的压力，分顶加高量底，高量柱，高量底过不去。所以我们这一天进，第二天短线是不是可以出货呀？哎，就可以赚钱了，好不好？赚钱了。然后呢，又调整，大家看，这只股票有没有可能还有机会呀？我觉得完全可能还有机会。所以小，这就是大家思路必须明确，我什么样的股票是短线，什么样的股票就是波段的。哎，短线我就赚了钱，遇到压力我就要跑，就要出。哎，不管赚多赚少，对吧？那么这个整个量价建构，大家看这个高量柱还在这边呢，对不对？然后这边就是因为它高量压一压下来了，那么这个波段的二一位还在这儿呢，大家看是不是这个波段的二一位？关键的下跌还是明显缩量，主力有没有明显的出货呀？主力在这地方没有明显的出货的迹象，对不对？所以说这种股票你只要高手盯着，你就等它，对吧？哎，我们等它，哎，又是缩量，这个我们找到平衡，是不是？尤其是这个能不能破？哎，这个不能破啊，最好这个不能破。而且我们最近的高量柱是不是它？
哎，这个高亮度结合这个技术，我们这里还有个小小的凹间分，大家看没有？哎，有个小小的凹间分，也就是说，这只股票只要在这个位置企稳再启动，它不可以短线的关注啊，仍然是可以短线。所以我们量学进退有据，速战几回，一注一赢，换了赚钱。我们关键要清楚标准，大家自己要清清楚楚。哎，什么样情况下进，什么样怎样退，对不对？就这个地方封顶线成站稳，回马枪，对不对？站稳这个高量底，对吧？盖掉这个阴阳盖阴，我们这只股票还有机会，是不是？从短线角度是不是成功啊？但是我们这只股票有没有机会？这只股票就没有机会，对不对？哎，这一天量波就是这种早间的没有机会，这不给机会。我当时也说了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本身1到4个板的空间已经存在，我们就不知道它会不会能更强势。因为这只股票按道理呢，这个庄家是控的比较好，那么但是就看这个主力庄家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进攻了，对不对？不愿意进攻这种回落，像这种股票我们就是不是不要？如果做了，如果这一天万一进去了，我们这一天要不要出来？这一天要不要出来？哎，所以做短线的，短线的就是要果断坚决，小亏小赚，设定止盈止损位，把止盈止损位啊，短线叫止盈止损位，你要严格执行。如果你这一天误进了，这一天必须出，这一天没有出，还有一天给机会，这个就已经是秒杀了，是不是秒杀了？明白吗？这个是超短，只能是超短线的去应对啊！我这样讲清楚吗？啊，我这讲得清楚吗？像这种票，这个不是顶尖高手，你不要给我量学小白就进来做这种票，对不对？这种票说的简单一点，玩的就是刺激，是吧？玩的就是刺激。哎，成了则成，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懂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你一定要果断去认啊！所以这只股票我们就可以删掉了，可以删掉了。啊，我们选了另外一只股票天宇股份，哎，这都是短线，为什么它没有出现大的过峰的？哎，大的过峰，当时为什么选它？就是因为一个倍量、两个倍量，这个地方价升量缩，王牌高量不破，是不是高量不破呀？这个票真正的高量还是它，真正是高量是它，高量王牌之后洗盘打劫，是不是很标准？打劫之后给了我们一个涨停板，然后这个价升量缩，从喜欢做这种票的还可以跟踪，但是以后我尽量还是不选这种票。啊，我竟然还得等了好长时间，做等的好也不错啊，一周的收益，短线的收益是不是也不错，也可以，但是我不选这样的票了啊，按照这样的票是不是还可以涨啊？还可以涨，那么我就想他能不能下来做大的二奥，如果下来再做大的二奥以后呢，就更好。啊，我这个票的意思，我们小结一下啊，把它拿掉。那么正弘股份，这就是强者，是不是强者啊？哎，我们从这一天到这个地方，那么高位放高量，这一天已经放高量了，结合量波，我们就高抛。为什么？这个波段可以了吧？涨幅可不可以啊？大家满不满意啊？哎，这个一天涨了5.93，这个是涨停板，对不对？这一天最高点是14%左右，也就是说一周时间做得好的话，也是接近40%了。是不是？然后像这个票可盯可不盯，高手可以继续盯着它，对不对？是不是高手可以继续盯着它？但是呢，我一般涨这么样的股票，我就不跟大家讲，因为这就是高手票了。哦，我还整天盯着这个票来给大家讲，那就不对了。特别是新手很容易被上当的，对不对？但是这只股票我们就要按照去啊，我跟他讲的牛股三绝，对不对？牛股三绝，它的收盘54.88。那么这个收盘价是54.88，看到吗？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出现回马的话，高手还可以继续跟踪，啊！但是我这么告，因为它是储能的龙头，说不出来的，强者恒强，很有可能的，对吧？很有可能的。但是呢，我就不作为重点，好不好？我就不作为把它的重点了，啊！
一般我们周末选择短线比较稳一点。好，大家看这只股票有没有机会？操盘好也有机会。这个是星期下跌的，后面是不是没破这个涨停板基因？没破涨停板基因，然后一阳二阳，对吧？一阳二阳，我们像这种一般这个进去，昨天也要冲高出，对不对？也要冲高出，所以这个量价竞购呢，底部的没有出现大的坑道拐就不好，对吧？这么短短的，我们但是能赚钱，要求的呢，完全是可以赚钱的，好吧？哎，这个票呢，应该说，就看它这边的主力建仓比较好，这个价板量缩，但是现在走的不流畅，这边还有压力，也可以跟踪，感兴趣的跟踪，不感兴趣，我们找更好的，好不好？找更好的。好，人字形就是失败的案例，看到没有？人字形就是失败的案例，但是失败说是失败，我们按照标准分下短，对，没有标准，是不是？这个股票它有没有过分啊？哎，是不是没过峰啊？它左侧有这个峰，它就没有过去。虽然这个涨停板第二天，这个涨停板如果强势的话，它应该是过峰，它没过峰。好，我们想等它是不是做二凹？到这地方有没有出现二凹啊？就没有出现二凹的次阳，对不对？啊，始终没有出现二凹次阳，那就是说，我们按照标准，这只股票应不应该操盘？按照标准有没有伏击的机会？没有，是不是就没有伏击的机会？既然没有伏击的机会，我们就不要。而且破了这个国底，破了这个涨停板，咱们就跟他说再见，是不是？哎，咱们就跟他说再见，好吧？人字形就没涨，把它删掉了啊。再看，喜临世纪呢？喜临世纪也是我们按照标准，没有出现真正的机会。那么，如果说真正的出机会的话，就是我们星期五，是不是？我讲了，这只股票能不能再跌？这个就不能再跌，对不对？我们只有星期五是可以建仓，双向阳神阴，下跌出重，双向阳神阴，掐起这个涨停板基因没有破，对不对？哎，这个涨停板基因没有破，那么看起来这只股票是不是高呀？哎，好像有点高，对不对？好像有点高。但是我们大家注意，这只股票的高亮柱在哪了？高亮柱在这儿呢。这个高亮柱后面调整有没有破呀？没有破。而且这只股票下跌的是什么呀？缩量的。下跌的时候什么呀？全是缩量的。看到没有？所以这只股票很有可能是上升途中的不断的调整，对不对？如果我们下周确认了，可不可以向上呀？是完全可以向上的，一定要等确认。好了，我们再看，来缩图看一下，这个高位的就是这根量比较高，对不对？这根量比较高，为什么出现调整？大家看，我们要动态的，高亮柱是动态的。我们涨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高亮顶没有过去，分下短，分上波，分下短，这个地方过去了，我们就是波段的；这地方过不去了，我们就是短线的。我明白，明白意思吧？这里，哎，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地方能够涨，涨到这地方过不去，短线的，然后一旦过去了就是大波段的，明白吧？哎，就是一个盘。那么缩图看看这个，哎，如果放图看很高，但是一缩图看，这只股票算不算高呀？它历史高点就左侧是这么下来下跌下来的，所以不排除还有。机会，对不对？不排除，关键是密集筹码。大家像这种股票很简单，从三不定律告诉我们，筹码已经转移到什么位置了啊？筹码密集全在这个位置。哎，我们的筹码基本上转到这边来了，那么这边就是主力的成本区。我们只要这地方不破，高量不破启动，还要上涨。我这样讲清楚吗？就还有希望。这是因为讲的股票比较多这个今天我只能给大家去简略的讲，好吧？好，这是启迪世纪，所以说我们看我们这些股票还可以跟踪的，对不对？好，海源富彩呢？海源富彩、清源股份、
我们哦，青勇，大家看有没有赚钱？这个股票有没有赚钱？哎，一周时间也是赚钱的啊！又赚10几%呢！哎，这只股票我们按照标准的话，这一天进，对不对？应该是这一天进，为什么？阳，啊，像这个放大给大家看，这种从短线操盘，这是不是真底？这是真底抬高了。我们这个是星期一是调整，星期二调整，这是真底，是不是真底抬高的二奥？这里面的二奥，对不对？这是一奥，这是二奥，对，是这样，对吧？哎，画这样一点啊，一奥二奥，好，因此说这个就是一二奥的一阳，这个就是二阳，对不对？二阳。哎，我们应该在这儿进去，那么到这个地方应该高抛啊，应该高抛一点，分下短，分上波，哎，还有个呢，给大家讲，我那天又总结了，弱装短，强装波，哎，就是说我们一只股票呢，根据观察以后发现它并不是很强，这个时候我们先短线对待，哎，差不多了就先出来，等它确定它是强装了，我们再说。像那种西藏股份，这些就是强装股，一般过风都要过掉的，对不对？要过掉。所以像这只股票应该也不赖，海洋福彩。我们短线，从短线的角度，这种尖角波早盘冲应不应该戳一下？应该戳一下啊！结合量波放高量，这地方应该出来分下波，啊，分上波分下短先出来。但是一出来看看这个量价建构，这只股票的量价建构，最高的分间高量在这儿。这地方高量在这，是不是缩小？这只股票不排除还有机会。对，短，哎，弱装短，强装波，哎，强装波。所以这只股票实际上节奏插好，应该还有机会。啊，只要把关键要把这分顶给过掉了。现在这个地方可能还会蓄势，等它回踩。这地方大家注意没有？就像我们的，是不是相当于这个突破了什么？突破最近的高量顶。是不是看到没有？哎，这个是最近的高量顶，然后同时有个大阴顶，要不要回踩确认一下？等它回踩确认之后再向上，那是不是就又是机会？这就是节奏，哎，这就是进退的节奏，进退的标准，好吗？清楚吧？讲得清楚吗？大家听得清楚吗？哎，好，OK，好。对，所以啊，这是可以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是清源，清源股份，清源股份是不是也是有点一样的？我选出来，我们有个队员亏钱了，在这只股票上，为什么？他是这一天追的，看到没有？啊，我有一个队员亏钱了，啊，那这个对不对？应不应该这天追呀？这个地方。尖角波，尖角波，你正好打左风来了，是不是？尖角波打左风呀，正好尖角波打左风，你这个节奏就是完全踏错了，啊，哎，又是高开尖角波走，你这第一次遇到左侧有封顶压力的，你一般不要去追，对。那么反过来这一天进了什么呀？缩量紧想过啊，因为你这一周下来一个3个多点，这边4个多点。这边加起来也有10个点了，那么我们星期五是不是应该出货呀？星期五加，哎，又高抛了。但是这只股票有点短线转波段，看到没有？丝绸看似最关键的量在这里，这个成交量在这边踩底，看到吗？这一天踩高量底，然后收盘收在高量底，大家看这个节奏，主力庄家的节奏，对吧？这个是10.6，这个收盘价是10.6，开盘价10.65，开盘价10.65，他说盘中踩底，这是10.10，这是最低价10.08，看到没？就是真正高量还在这儿，然后后面呢，这个是高量，这个是次高量，看到没有？次高量，好，次高量的。收盘价是10.7，而我们昨天精准回踩10.7，
看到吗？现在是杨阳鹰的进攻，杨阳鹰要当心，该跌不跌是黄金，杨阳鹰常态是要跌的。那么如果等它一跌踩稳，这个高量顶再启动，是不是清源股份还有机会啊？清源股份就还有机会。所以大家看这个标准这只股票啊，有点稳啊，有点稳。慢慢的我们短线可能找更强一些，等大家习惯了，水平提升了，我们就更强一些。我们前边那个这个我们这一次我总结了这个，那有一只股票我们没做，我们没重视它的啊，给它跑掉了啊，就是那个华林县呐，对不对？华林县呢我已经给大家讲过，哇，这种票以后要给我当心。我们老想当过分的，结果它底部启动的跟当年的仁东控股如出一辙，对不对？跟仁东控股如出一辙。就是上周的那个主要的九只短线的，那么也就是我们经过分析以后，这几只是不是可以继续关注？这几只可以继续关注的研究，好不好？好，接下来呢，我这里面我把我周末犯了，应该说看了1000多只股票选出来的。我们思路给大家，剑桥科技是不是可以跟踪？剑桥科技这个底部形成 R 的，这个是一个 O， 这是一个 R O， 对不对 ？R O， R O， 关键是这边是不是有个高量？这个高量本来是涨停价板量缩过掉的，这一天是精准回弹，啊，这个底是16.05，这个涨停板踩的这个高量底起涨。结果按照这种长阳矮柱是不是该涨？继续该涨，结果它该涨不涨，上来就杀跌，我怀疑有假，哎，过分浅的趋势有假，虽然是背量阴，但是有可能有假。那么我这是预判，可能有假。那么这个能不能把这个涨停板底给跌破呀？明天调整能不能把这个涨停板底给跌破？这个既是涨停板底，又是这个左侧的买包底，所以说这只股票如果要杀回马枪的话，它极限盘中只能达到16.05这个涨停板的地方，然后要掉头向上，对不对？掉头向上，你说这只股票出击点必须要等它站稳这个阴的底，站极尽的要等它收复站稳这个底收盘价。稳一点的呢，选左侧的高量底啊，16.74作为向上的拐点，不选鬼门关啊，不选鬼门，只要量波强势突破这个高量底就 OK， 不跌反涨就 OK。 也就是说剑桥科技常态是跌，变态是涨，哎，变态是涨，思路清晰吧？我选到的看到的就给大家讲，这只股票我选了半天还是把它放进去，但底部是不是比较扎实？右侧比较折腾，底部有好多涨停板，涨停板也是比较活跃的一只股票啊。那么百高顶已经突破了，突破百高顶以后，这地方是阳阳阴的进攻，对不对？阳阳阴的进攻，那么这样的股票又是过分的，对不对？又是过分的，又是阳阳阴，就等它阳阳阴，要当心该跌不跌是黄金的反包，一旦反包了。这样的股票结合量波，如果量波健康强势，应该说是有机会，对吧？有机会震荡股份。齐鲁银行这个是我选了一只，本来我不想选的，但是因为这只股票我已经跟踪了好长时间，这个就采取奥底淘金的方法，哎，奥底淘金。什么奥底淘金？一个是左侧超跌，对吧？假跌跌了，是不是要有支撑？这个本来这个是无底王牌，但是我现在看着真底战法结合，我们不要它了，它呢完全可以被它所代替，也就这个刹车是没刹的不理想的，真正的刹车是这个备量王牌，备量王牌左侧还有个小元帅，目前就元帅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想的小的傲尖峰，对，小的傲尖峰之后缩量三一，再缩量三一，连续缩量三一，相当于缩量二一，所以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这个位置主力已经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背量生疏的味道？背量生疏的味道，往往预示着主的洗盘可能到位了，对不对？洗盘比较到位了，在这种位置，只要黄金线上阳盖阴，就是我们后底不对啊，哎，对吧？不要对，对，不要等啊、哦，黄金线上，我们这个只要这个王牌不破就行，这是稳健品种啊，这是稳健品种，就是说这是个备量王牌，只要这个王牌不破坏，然后在黄金线上阳盖阴，对吧？哎，这个就是稳稳当当的。所以量学怕不怕跌？量学不怕跌。哎，我跟踪着这种票，你跌的时候没有伏击点你就买，你怪谁呀、啊？谁都不能怪。没有下降的时候一阳看，一阳看，整个一阳看，对不对？这个都是一阳继续看，是不是到这个地方才开始出现二阳啊？这个出现二阳，这三阳是不是登峰啊？这三阳登峰遇阻回落，是不是？这是一傲的，一傲三阳遇阻回落，我们再去二傲，对不对？哎，是不是这整二傲？哎，那么二傲再启动，是不是就精彩了？那这个时候不涨停也是大涨，对不对？本身我们在这一天这个位置进去也可以赚钱了，哎，做得好的，我们这个地方进去是不是也赚钱了？这两天进去，这一天大涨八个多点了。是不是大涨八个多点？高手的话，在这儿都可以做它个赚这个10%左右，是不是做一波只要赚10%左右？大家还记得吧？我来看一看，这一天最高八个多点，是不是最高八个多点？那么这一天是一个多点，这一天一个多点，加起来是不是10个点？哎，做得好的话，这个一波都可以赚10%。所以说，量学学习到最后，大家一定要。必须懂进退标准，把进退标准给我学会了。只要进退标准学会了，能够做到进退，什么？守标忘我，进退自如，啊，乐道忘我这种境界的话，普通股票都能赚钱。哎，只要按照量学的标准去操盘，你普通股票都可以赚钱。那么，当然我们的眼光提升，做到龙头牛股呢，那就更赚钱，啊。山东张股是不是我们跟踪的票？哎，我们有队员买了被套了，是不是有队员买了被套？但是我们前面的高量没破，没破涨停板金没破起来了，在这里一个真底，两个真底，哎，这个怎么能够涨啊？这个怎么能够涨啊？有时候就是这样，这个股票这个高量在下方，说明主这就是有点波段的意思。对吧？有点波段的意思。我们的队员正好买被套了一下，还好。现在大家看是不是王牌？王牌，王牌之后是阴，调整一下，打劫一下啊！这一天是打劫一下，我把它弄掉啊。然后是不是黄金线上阳盖阴啊？哎，这就是精彩机会。现在是价升量缩，对吧？这种股票还是可以跟踪的。大家说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跟踪啊？它的波段的没有结束，啊，这只股票波段的还没有结束。讲到看这个是这个了哈，我们看看往下看啊，再看这个股票能不能跟踪啊？短线的啊，短线的，这个短线已经是阳阴阳，大家看这个节奏很有意思的，这是高量。这是高量，高量没有跌破，向上涨，助涨金，助涨金，对不对？好，是不是又形成一个王牌助涨金？那上方为什么过不去呀？是不是这个高量底呀？大家看到没有啊？高量底我们把它当成分，是不是这个地方有压力位？简单就是压力位，压力位过不去做短线，分下短，分上波，哎，短线。啊，过不去再是短线，哎，现在又形成王牌，而且这个是二一位阳关道的上方，这个阳关道的上方，这个形成阳阴阳的王牌建构，所以这个地方再冲分的话，是不是有希望过了？这个地方再冲分，就是把这个压力位过得去，它就强了，哎，就是形成波段了，过不去就短线，按照量价建构应该可以的，贵神股份已经跟了很长时间了。
对不对？是不是跟了很长时间大家，对吧？啊，因为大家跟的，我实际上它的大的建构呢不是非常好，对不对？大家回过头来，为什么它要折腾到现在？它折腾到现在就是大的建构不好，它这个才相当于一个大奥，这里面相当于一个二奥。我这样讲明白吗？所以说它在二奥里面的折腾，只有向上突破了，它才能够展开新的波段上升的空间。过不去的我们叫短线对待。这样讲明白了吗？哎，所以啊，这坑奥拐，我跟大家讲，坑奥拐绝了，我只能这么跟大家说啊。你再不赚钱不能怪我啊。聚灿光电我本来不想放的，因为创业板指数现在调整，这个呢比较高，缩头看看，看到没有？缩头看看，缩头看看，这个等于说这边是奥，这边也是也有点，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在一个奥，两个在做这样的奥，对吧？而我们再放呢，这边是不是左分分下短分上波？不要这边过不去的，这边过不去，过不去就短线，对不对？过短，一旦强势突破了，它就形成新的波段了。我为什么看来看就把它选出来？我们这里是不是小的二奥啊？是不是小的二小的二奥呀？真底有没有抬高呀？是不是抬高了？真底是不是抬高了？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无底的王牌柱啊？阳阴阳该上涨，该涨不涨就卖阳，对不对？阳阴阳该上涨，该涨不涨就卖阳。所以先可以短线关注一把，对不对？啊，一旦如果强势的涨二十厘米涨停板过分了呢？一旦二十厘米强势涨停板过分，那就叫牛了，那叫走牛了，对不对？哎，这个应该四处一看，最高的量就是这个位置了，最高的量就是它突破则牛，不突破则短，好吧？则短分下波，分下短分上波 ，OK， 强装不装短，强装波，啊。那么这只股票呢，我也想看来看去，我想短线对待一把。缩头一看，位置也不高，通可科技，对吧？也科技，这只股票能不能这样去理解？我看来看去呢，我要相信我们的标准，啊，包括 KAG 的标准，这是不是一个奥？这是不是二个奥？这是不是相当于在做三奥？对呀，哎，这个这样的定位，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大家看到了短期的是不是第三奥的封顶是不是在这儿？第三奥的分奥江分就是这，然后我们这个放大再看，这个里面已经形成了什么？又是一个王牌，是不是阳阴阳该上涨？对，阳阴阳该上涨，该涨不涨则卖阳，不涨就不行，它调整就不行，明天结合量波，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哎，它已经是悄悄的收盘价已经在这个高量顶。的收盘实顶之上，实顶之上，这个是侦察兵，这是双下剑，双剑把天地，对不对？双剑把天地，所以这个票不排除向上的可能性，短线啊，过去的强，不过则弱，这是共和科技啊，生能股份看到吗？生能股份我看好这个大底，大底，如果生能股份把这个突破掉怎么样？如果生能股份把这个奥江分这个高量顶给突破了，这只股票也叫你回，要你一下，整个是倍量的，倍量的启动的，也是最高量啊！大家关注分下短分上波，哎，这个我觉得给我记住啊，简单啊，简单粗暴，分下短分上波，所以这个里面大家看是不是这个元帅阳阴阳该上涨，该上。好吧，等它上涨的机会，调整呢，我们就观望。哎，奥里短上破奥，奥里短上破奥波，上破奥波，奥里短奥上波，那就奥里短奥上波，好吧，奥里短奥上波也可以。好，就是生能股份、宏建股份，大家要注意一下。哎，宏建股份，好吧，注意观察。为什么宏建股份是我历史上的我就研究过啊，这一波研究过，然后这一波也跟踪过，这个大家看
底部是不是比较扎实？主要看底部一定扎实啊，哎，是不是？是完全就是上升途中的，啊，上升我看看量啊，最高的量就是在这儿，最高的量就在这儿，它是不是啊？我说先说图，大家看是不是上升趋势？整个是上升趋势。我们在放图，放图大家画凹，是不是可以一个凹？是不是可以两个凹？是不是可以三个凹？这是三凹，对不对？三凹，三凹里面是两小凹，这个是倍量过左轮。看看这只股票能不能走出波段的，好不好？能不能走出波段的？好，分下短，分上波，强装短，弱装短，强装波，凹里短，凹上。过凹，啊破凹啊，破凹看过凹，过凹波，凹，甘蔗还是顺口，就是凹里短，凹上波，对吧？一旦凹跑凹上面去，就是波段了。啊，像这个一样，你一旦尝试突破了，啊，这只股票也可以，哎，凹上波，对，这只股票，有就这种能不能形成波段的哈？啊，这个是我们上周已经提醒盘中提醒大家，我。看看能不能进攻到这儿，啊，这个宜宾纸业它是前期的强装股，为什么把它涨停板选出来？啊，就是因为它这个左侧大家看，这个股真底是块七毛五，这个真底是10.7块，真底明显抬高了，啊，这个地方涨停板，这边涨停板，我像这一个波段，一个坑，两个坑，三个坑，也是坑到位了，对不对？坑到位了。所以这个地方不排除向上的，对吧？不排有可能冲击这个凹，也还是分下短分上波，好不好？哎，这个弱装短强装波，凹里短凹上波，好不好？凹里短凹上波，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分下短分上波跟这个凹里短凹上波差不多意思。我索性把我看到的票跟大家都讲一讲，好不好？省得我周末看了这么多，哎，这个比较妖怪，宇金股份，哎，宇金股份比较妖怪，他看到没？啪的上涨下来，一个波上涨，啪的下跌，是不是啪的下跌？但是呢，大家注意没？这个地方形成一个高量，这是不是一个高量？这是高量，是康桥。那么到这个下面跌破高量之后，一个凹，两个凹，是不是形成了真底抬高的一个真底，两个真底，对不对？这个是小的凹峰。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一阳、二阳、三阳，三阳开泰，三阳已经过了，这个阳已经过了这个高量底，我们特训班上称为康桥验底。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是价升量缩。继续踩在这个高量顶上，而且踩着一分钱，一分钱。所以这只股票大家注意，一旦向上的话，可能短线也要小牛一下，是不是啊？有可能短线也会小牛一下，所以这个是妖怪啊，妖股，大家注意跟踪研究。我看到就跟大家讲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这只股票我们跟踪，这只股票我当时也就。这个板，我想跟大家说没说，哎，想跟大家说没说啊，实话实说，也就是这只股票这个板我就盯着它的，这个涨停板盯着它的，为什么？本身也是一只强装股，它实际上在做大的二凹，也是就是分下短，我们要看分上波，看它怎么表演啊！一旦这只股票蓄势之后突破这个凹尖峰，这只股票可能要牛的。啊，可能要牛的，好不好？哎，分下短，分上波，弱装短，强装波，凹里短，凹上波，好不好？凹是凹上波，这个都是相通的。这个我们讲过了，要等看能不能反包。瑞克没有，但是过了这个高量顶，星期五冲高先出掉。那么精准回踩，等它形成是不是三凹，简短三凹之后再上攻。好，我先点到哈，这个票。我们还讲一下，我们有队员啊，
晨曦航空，晨曦航空是不是讲过这是高亮底？只要这个高亮底如果守住，对吧？我们只要这个高亮底守住，这票可能还有戏，看到没有？这个高亮度，对吧？然后这个起是不是如果守住了，我们就这个一个凹，是不是形成两个凹了？哎，这个地方叫挖坑，一个坑、两个坑、三个坑，哎，就在这儿向上变盘就是机会，向下变盘就是风险，啊，向下变盘就是风险，好不好？哎，这个我点一下，点一下。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哈，这个也不多讲了 ，OK， 这个都是我们的票啊，这个呢不给好机会，这只股票可以跟踪的，杭州日电可以跟踪的，但是苏三一防止冲高回落，要等它稳定的机会。金陵化纤、盐湖股份啊，西宁特钢，西宁特钢也是关注能不能做过分的，好不好？哎，西宁特钢关注能不能走出过分的波段。啊，这个是短线的，这个是净控煤业 ，OK， 还有就智中股份，智中股份高量也在炸，现在他就在这个地方选等待方向的选择，他是像这样一个下一个收敛的状态，对不对？看这个地方是向下还是向上，啊，有可能向上，如果这个位置向上的话，那是不是也有可能要你？短线要扭一把，好不好？哎，这个地方如果向上的话，短线有可能扭一把。我们啊，三角地带啊，三角地带，我们观察一下。哎，太多看不过来，哎呀，所以说我不是荐股啊，我把我看到的股票，你跟你们参考，你要选择你看得懂的。哎，不是荐股，再次强调，好不好？再次强调，哎。我不能，我就盯着一只股票，我犯法了，知道吧？哎，你要看到哪一只，那自己看得懂的，不是让你不要以为觉得我讲今天讲这么，我非得犯了一千多只股票，我缩小这么个范围，对不对？哎，我看了一只股一千多只，现在才缩小成十几只股票，你还嫌多，那就是眼光不到位，对不对？哎，只能说你眼光太不到位了。对不对？哎，你所以说就更加要学习。大家想问，扪心自问，大家扪心自问，我从四千多只股票里面，啊，选了十几只哈，不然我要盯着一两只，说明我在荐股，好吧？荐股了肯定要精装的，对不对？这个一定要思路要一定要清晰啊，自己看得懂这些，啊，像我这些股票是不是都有点机会啊？恒泰、爱普。哎，恒泰 A 普，这个就是大的二奥，对不对？大的二奥，那这个板后价升量缩形成高量王牌，那么我们有可能打劫，有可能上涨。这只股票分下短，分上波，这些你要这些都跟不过来的话，只能学习啊，能源技术，能源技术，看到没有？这个是我都是我们提到过的，这个龙华科技啊，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啊，多说我们这个队员呢，哎，一定队员自己，我在这么多缩小到这么一个范围内哈，说实话，如果自己还看不准一只股票的话，那只能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不好？不要急于实盘，啊，急于实盘，我们的交流量学知识，那么时间我再看。我们的波像这个股票，波段的股票，我们就再看一看啊。讲了上升趋势保持的，你就可以跟踪。哎，像这有一些我们上周的一些波段股里面哈，先瑞汇技术没动，美莱美没怎么涨，兴业没怎么涨，精锐矿业涨了，美景能源涨了，鼎盛是涨了，那么冀中它是除权还没涨。啊，天齐是涨了，对不对？这个是涨了之后，这个是没涨，我是赚钱跑，这个没涨，啊，这个是没涨，反而来个跌停板，看到没有？哎，这个掉很怪怪的，啊，是不是精装了？这个放高量，这个地方放高量，大家看到没有？
这只股票看到没有？这个股票，它这个位置放高量也值得研究，值得研究。就是说我提供这一个，你要去缩小范围，你要想实盘的话，我这是供大家参考，你再就该缩小范围，好不好？不能，这个恒星资源在保持着，华谊集团保持着，中科三环保持着，中色保持着，盘钢保持着，沧州明珠保持着，看到没有？陆安华能保持着。这个趋势都没有改变啊，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广成有色呢，这个票也应该趋势也没有改变，广成有色啊。那华润科技涨停了，对吧？星期五涨停，方向没有改变。那浩华能源趋势没有改变，宝泰隆涨停回落没有改变。我讲到哪呢？是的，啊，宁祥能源。选的不是太好是吧？选的不是太好，那么但是方向也没有改变啊，方向也没有，目前没有改变，不能大家按照标准去研究啊。特变电工确实没有改变，西藏珠峰大涨，安众股份对吧？安众股份我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到没有啊？所以学会方法，不着急，看准机会再出手啊。安众股份我没记错，我是在这一天给大家讲的啊，安众股份大家还记得吧？我在这一天跟大家讲，然后一波上涨，下来调整，对不对？一波再下来，是不是底部整个的量价配合非常好？是不是量价非常好？那么就这个是高量阴，但是这个阴有限的，后面继续波段的调，又是一波，看到这一波就翻倍了，太牛了，看到没？所以大家有我在加强给大家。我们要复盘，多复盘，多看，跟踪好，是不是跟踪好？这个是，金达股份，是的，中国宝安，江特电机，江特电机也是我们的做好的大包大股，就非常牛，这个就是不行，好吧？那么，给大家补充了波段的股票，给大家补充了一个是鼎龙文化，大家注意一下，鼎龙文化看看能不能向上，是不是啊？然后一个是鸿讯科技，这个也是走出上升趋势，看看怎么去。还有富瑞特装，对不对？富瑞特装啊，好吧，就讲这么多行吗？千万不要理解成荐股哈，自己看不懂不要实盘，好吗？自己看不懂不要急于实盘。我把大家当成，我现在称大家为家人，量学家人。我对大家都是真心实意的教大家，我是以实话实说，这个高手不是一日练成的，你必须懂进退标准，必须自己看得懂才能实盘，才能赚钱。自己如果看不懂的话，那实盘的这种很危险，非常的危险，明白吗？龙潭票等一会儿大家自己选，我再把这个，实际上就是要明盘。结合起来，要临盘结合起来。我等一会儿再往前面选个九只，再排在前面。但是不是说我选着九？大家看，总共这里面除掉一些不能关注三十来只股票，一页都不到，还关注不了吗？对不对？短线的这里面本身有一些票已经是不关注了，已经是像这个华通线缆呢，它已经是涨停大涨，我们一般不关注了。我再说一说，只有二十来只股票。再缩短一下呗，好不好？再缩短一下呗。关键是自己要看懂，自己看懂了才能够真正的要进退有据，速战一回一注一心，快乐赚钱啊！如果自己每天涨跌也看不懂，进退标准还不清楚，那就先学习我的话，学好本领，像我们老队员这样，现在一定要做到进退自如，乐到忘我的境界，好不好？那我这里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个精彩的事情，大家要不要听？要不要再听呢？已经十一点了，还要听吗？大家记得我给他说了我买阴的股票吧？大家还记得我这只股票吧？我这只股票就是在这个
这一天买阴的上周四吧，上周四买阴的，第二天涨停板我没有出，对不对？我没有出，然后在这一天，哎，这一天早盘看到没有，拉拐就出掉了啊，这一天拉看到没有，就量波形态，一个拐两个拐，到后来上不去了我就卖掉了，这是第一波非常的成功，买阴成功的，对不对？买阴成功的。好，结果呢后来又在哪儿呢，在这一天的时候我又买阴了啊，我又买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朋友，哎，他有的时候会问我，会问我，问我呢，我他有尾盘抢到，他是跟我一起享受了这个涨停板，所以也很开心。在这一天问我能不能买阴，我看来看去呢，因为这边说二一，我然后这边这个量放的也不大，对不对？也不大，这个是倍量涨停板，我说买阴就买吧。尾盘我一跟他一起买阴了，但是买阴第二天，大家说知道我跟这个朋友的操盘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跟大家讲过了，是不是？我是第二天这一天上来，哎，老朋友看看这量波啊，大家看非常好。第二天低开之后一波两波拉升，我一看拉升，我们啊买阴卖阳啊，一看它两波拉升，再看日向有没有过鬼门关呀，有没有过鬼门关呀，是不是没过鬼门关？咱们就是要闭着眼睛执行标准，不过鬼门关还要向下转，不过鬼门关防止向下转。我干什么？我是赚了3000块钱 OK 拜拜了，对不对？结果拜拜之后就一路下来一路下来一路下来，我开不开心啊？结果他呢在这一天也卖了，仅仅卖了半仓，我是全部卖掉，他是卖了半仓。好了，卖了半仓下来，我他要买还要买回来，我本来我是没买，我卖掉我就空掉了这只股票，因为我看这个分时量部没有好的买点呢、啊、一路下来没有好的买点呢、啊、是不是？我就说实话我就没有再买回来，结果他卖掉的半仓在下面又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大家说昨天应该干什么？昨天应该干什么？昨天上来大家看是不是跳空阴啊，是不是跳空阴啊，对不对？我们量波上是跳空阴，日向阳关道有没有破掉啊？我们这一天收盘价把这个阳关道已经破掉了，是不是阳关道已经破掉了？阳关道已经破掉，那么我们这边跳空阴拉拐，只要不过鬼门关，是不是继续出货？是不是应该出货？哎，所以跌破阳关道有哦，是不是有票赶快跑？结果看，而且这个量波形态，大家说，我教大家的集合竞价，这是不是一个横？你知道吗？这个有没有往上呀？这是往下了。是不是？是不是上来就赶快跟我咔嚓一下拉拐清啊？是不是应该拉拐清？大家说我是不是马后炮啊？我是不是马后炮？按照我教大家的标准，是不是应该这个你不在这个高点出掉，一下下来一干跌破了就应该出掉，是不是？结果同样的一只股票，我严格按照量学的标准赚了3000不贪心，是不是？赚了3000不贪心，我出来了喜笑颜开，结果我这个朋友他现在倒亏了3万，好吗？倒亏了3万。所以以这个真实的案例告诉大家执行标准的重要性啊，我们一定要做容冲战法，点傲成龙，进退自如，乐道忘我，一定要把标准给我牢牢的记在脑海里面，按照标准进退，不要带着个人的情绪情。我那个朋友就是带着情感了，哎呀，他觉得前面赚了钱了，
这个后面呢也应该赚钱，也应该涨停板，他没有涨停板他就心不甘，他就心不甘，就不执行标准了，忘记了不过北门关，还要向下串奔天。 OK， 今天就和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